接转瞄篮，明白？转，好烦，自己都觉得烦。Give them one last gamer. Bryant on the move with the jumper. He got it! 58 points! And the Lakers lead! One of the great farewell performances in any sport at any time. Kobe Bryant, 60 points.好，大家好，又是我 Coach 灰啦。兩集致敬 Kobe 系列 ，OK， 今日第三課，我哋今日講咩呢？我認為 Kobe 最有魅力嘅一個動作就係 Kobe 嘅 spin move。你會見以前啦，好有型嘅 Kobe 真係會 ，OK， fake fake spin， fake fake spin， 甚至係 pull hop fake 再 spin， 係一個好有魅力嘅動作嚟嘅。講定俾大家聽先，呢、這個動作呢對你的跟腱的傷害會比較高的，所以你其實見到 Kobe Bryant 斷了 Achilles 之後，他已經沒有再做這個動作，但我們今天都試一下做，只要你用你的核心力量，這個動作是做得到的。但是記住記住記住一件事，我們今天用的動作是核心的 spin， 這個很重要，得唔得？好，咁我哋开始咯。Kobe 嘅 spin 咧，佢基本上都会喺一个 low post， 跟住就会系罚球啦，同埋喺嗰边 low post， 大约都系呢啲位置做嘅。咁啊，睇住点样做。第一，接波嘅时候，我哋咩叫 Kobe 嘅 spin 咧？就系接波嘅时候 ，OK， 接单打，保护好个波先，用只脚 create 翻自己嗰个空间，明白？唔好俾防守距离啊！坐低少少，記住唔係中前，唔係壓落去，核心核心人直嘅，呢度一定要直嘅，接轉瞄籃，明白？轉，好煩。自己都覺得煩 ，OK， 睇住。通常佢可以做係乜嘢呢？我哋第一，我哋先知道 Kobe 做一個咩轉身呢？高，佢一個係一個原地高重心嘅轉身嚟嘅。佢係會咩呢？係佢會接住之後接飛轉轉轉轉。明唔明白？原地為主，同我哋嗰個 spin move 向前咧有唔同嘅，嗰、那個係低重心嘅低轉身，我哋做高轉身，明唔明白？所以佢會係咁樣打嘅，瞄籃飛拍轉埋嚟，再上。OK， 當然如果再有型，我真係冇佢咁有型啦。睇住跳埋嚟，逼阿豪企過去嘅話，雙腳完咗之後，睇住轉上翻，再睇多次。OK， 當我向住嘅時候 ，spin 逼轉。阿豪讓開我啊！呢球唔好讓。記住接再嚟
拗，你呢下認埋添，明白？因為你唔認真咧，我做唔到嗰個動作，明白？當然有型嘅就係啱啊 ，fake 跳過嚟，轉翻入嚟，咁你梗係最靚啦，係咪？但係有時就係你未必有咁嘅威力，佢根本都唔出曬嘅時候，你轉一半翻嚟都仲得。睇住嗰个步伐，记住跳埋去，双脚落地，飞压压压，明唔明？用核心嘅力量，再睇多次。OK， 啱啱就系拍压，明唔明白？可以咁样压落嚟嘅。OK， 好啊，我哋就咁试下先。接波 ，fake 打开 ，go，fake 压跳。再睇一次 ，fake jab，fake 过翻嚟。试下。去嗰边，左 fake 咗先 ，fake 记住，阿 CM 攞波准备，记住 fake 推 fake 压。压落嚟，明白？压系啦，因为你唔系用重心，你用腰压。OK， 压加腰，飞开右脚停，开右脚，开右脚去右边啦，系啊，开啊，开埋个右脚过去啦，跳起飞飞压，飞。如果一開始你就咁去嘅話，用左腳去咧，你見到佢呢個位好大機會咧，睇住我 drive 左腳，好大機會我右腳係食唔翻呢個位嘅，因為冇假動作嘅關係，所以咧你應該係 jab swing jab， 等佢嘅重心移半步都好，明白？開拍飛 ，OK。如果佢 keep 住 stay 翻喺呢個位嘅話，你直接飛 away 噶啦。明白，但是当你这个单打能力就是拍 fake 转翻入嚟的时候，你就可以翻转头了。佢跳出嚟，你就有机会翻转头，清唔清楚？所以记住，我哋就是明唔明啊？佢呢个咪就系去咗嗰个位咯，我冇得翻转头啦嘛。
未啊，佢早食咗半步，我只能呢度飞下威嘅啫，清唔清楚？再嚟咯，再试下咯，飞，系记住阿豪，唔系攞落嚟，记住，记住，飞，压，压，压，系啦，你就转得到，你一定要向下压一下核心力量，明白 ？Go。压系啦，嗱定咗啲啦，压落去，飞我哋重心向上嘅，停。嗱，第二样嘢就系咧，好多年青人咧，或者系即系假动作方面咧，大家真系好假。Kobe 喺篮底嘅飞系飞到去边嘅，知唔知？呢个都要讲，我哋喺呢度讲埋。好大动作噶，明白 ？Kobe 一 fit 就系咁噶，点解要咁高啊？而你咧，点解啊？就因为跳起。点解啊？呢个空间我嘅，明唔明？我话第一，你可以话埋俾球证听，呢个空间系我嘅，即系如果你 mark 我 aggressive 嘅。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空间是我的嘛，是不是我度到自己，你也都怕啊，是不是？但是同样 aggressive 的跟刚刚一样，这个空间是你的了，明不明白？我们要抽起伸直的手，我们尤其在篮底飞的时候，记住飞脚不动，压转，好唔 OK？ 试下 ，good。哎呀，唔系，因为你系后转身，你个重心系咁样发过嚟嘅。记住，脚原地嘅，睇唔睇到啊？递高你只脚，接飞压，睇唔睇到？唔好打开只脚，我哋系高转身嚟嘅，因为 go， 唔得转唔到，见到啊？你啱啱咧系咁样啫。OK， 接飞咁啫，未转晒，记住，我哋系飞转晒，再向前跳，转唔晒，转晒先，再多次，压落去，压唔得嗱，喐咗先，个重心喐咗先，记住，我哋 jab。飞压转咗先，明唔明白？我哋系压再向翻前都仲得嘅，清唔清楚？转咗先，转晒先，唔好向前，你向咗前，唔向前嘅，转完先向前。你真系咁样睇住美少女转身变，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唔会向前嘅，明唔明白？OK， go， 哎，唔得啦，失咗平衡，因为你未转晒就向前。好啲 ，OK， 都好啲。嗱，呢个就系Kobe 嘅转身。记住一样嘢，先将对手压向大位，尤其你要喺呢边，你要嚟呢一度射波，飞。好啦，呢、这个人扑埋嚟嘅时候，原地转身，明唔明白？因为呢个人系会唔系嗱，你记住啊，你射嘅话咧，呢、这个动作成个 movement 咧都系飞啊 way 嚟嘅，所以我会咁扑嘅转。你系将我呢个人啊，飞嚟呢一度，明唔明白？而如果你唔受飞的话，不，即系你唔受飞的话，咪直接飞啊 way 咯。明唔明啊？我哋就系咁嘅，顺住个势，记住，飞压压翻嚟 ，O 唔 OK？ 明唔明白？好啦，再落去我好痛啊！只脚，因为呢啲所有嘅动作啊，系好漂亮、好有型，所以佢先系 Kobe， 系咪？但系，无可否认，
易受傷嘅，因為依下我已經好痛啦，只腳，好冇？好冇？好啊，今日試下 CM 打又好啊，或者唔係好啊，你一人打球 ，last 一人打球 ，CM 打先，唔係打唔係用呢招，最緊要入 ，OK， 唔係呢度，但係喺呢度。哇，怕波嘛 ，OK， 多阿豪打下先。豪泰，豪泰，豪泰。呢個係蘇麻布嚟嘅，就唔係嗰個布，係咪？記住啱啱嗰下咧，記住咧，我哋咧係。你是可以咁樣走的，即是睇住雙腳拎過嚟，你可以咁樣走。但有啲人咧係會變成咁嘅，咁就好大機會走步，明唔明 ？OK， 呢個唔係今日嘅，但我下次再講，再講一次啊。OK， 再打埋拉屎 ，Go。哎 ，good shot， 記住飛 away。是不是？但是兩好好飄逸啊，呢啲咪年青咯。豪丹又成功啊，我覺得你要邁向 Kobe 嘅路線。OK， 係神護佑。OK， 好，今日完。What can I say? Mamba out. I gave my soul to this game, man. There's nothing more I could give. Nothing.